各位观众好，那今天来的是 S750， 它的安装是 Rabbitback 的 Racing 电脑跟进档快排，哇，要改车就是要改到这样子，上了电脑。那这个 Rabbitback 电脑呢，终于出现在这个 S750 身上了哈，我们很开心今天试到它。然后呢，这个 Racing 电脑可以解线转，也可以解线速哦，这台车。目前预设的换挡时间呢，都还不错。那就是打打力道呢，可能再稍微再舒服一点。快排用起来就是爽快啊，好，那它有解线速解线转，那一般来说就是它会去欺骗原厂的电脑，让它以为现在是在五档而不是六档，所以它的解线速就可以被破解掉，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说啊，不透露太多了。它也可以解线转，可以多700转。那解线速的部分呢，宝哥没有办法在这边帮您试哈，没有办法帮各位试了，在台北是怎么来一个极速测试啊，没办法哈。不过这个进档快排啊 ，Rabbitback 的进档快排了，真的是没话说，
真的是非常舒服，真的是非常棒啊。那够专业，所以它的这个中段动力的时间呢非常精准。那因为 Derby Bike 本身就是一个供油电脑，所以它对于供油的控制啊已经是精准到不行。因为 Derby Bike 电脑呢的等级啊，相对于原厂的等级，就好像是超级电脑对上了486的电脑，它的演算能力啊非常的。那现在就是只要打档力道呢，稍微再调整一下就完美了啊，就非常非常完美。那因为也没有热胎了哈，所以这个就，而且又是晚上，所以不会去做太过于激烈的操驾。那刚刚因为是有一台黄牌挡车啊，这个它的油门啊燃起了宝哥的斗志啊，所以这个红牌也不能输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要稍微小小的展现一下实力啊，但是有展现到就好了，有展现到就好了啊。那还是收敛一下。到非常主流了，是有滑犁吧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滑犁啊，所以说它的这个不用退档补油，就是直接离合快放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所以那就是进档快排就还蛮够用的哈，进档快排就蛮够用。那其实这台车也没有办法装进退档快排，因为它也没有电子油门啊，它是传统的钢索油门。暂停灯嘛，哦，难怪警察贝贝要来关切一下，这个太没有概念了啊。搭配起电脑来啊，这个加速的力道也好啦，还有快排啊，有注意啊，真的是非常过瘾。再加上它的滑犁啊，很不错。所以呢，这个，然后它又很轻巧，它算轻巧，不要看它很巨大，但是它其实。提升起来啊，是还蛮轻巧的。那以前其实宝哥也很试过很多台 S750，他们都是来装 Gear Tech 快排。那这是宝哥第一次服务
S750 装 Lady Bike 电脑跟进脑太太，那感觉质感更上一层。飞行电脑啊，安装在这个 S750 还有这个 Ready Bike 的进档快板，我们就测试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拜拜。